我的漫画 APP 上签约的都是微博上的人气画师，你因为自己的原因拒绝和我合作，这传出去大家怎么看？张总，小姑娘，你还是要学会明辨是非呀。签吧。需要明辨什么是非啊？甲方、乙方凭意愿合作，哪儿来的强迫签约这一道理啊？周思月，我们在谈丁宪的事情。我也是在为了张董事考虑，在未达成一致前草率签约，万一以后项目出了什么问题，应该不会希望别人说你决策失误吧？这个作品，它最大的价值就是丁宪本身，是他维持不变的初心。所以从商业角度上来考量，丁宪并不是最适合张董您的商品。来吧，把鞋换了。你怎么还带了一双鞋啊？刚刚来的时候在路边买的。哦，没事，你既然穿这么好看，还是我来吧。你怎么知道我脚痛啊？因为我的脚也痛啊。合适吗？嗯。谢谢。谢谢，我不太明白。你不想让其他人另眼相看，让生活变得更好，成为一个你……学长，我只想成为我想成为的人。我以为我们是一样的人。以前是。我好像梦见过类似的情景。梦见我了？嗯，梦里面你也像这样牵着我的手，那时候我以为我永远都不会和你在一起了，所以做了很多关于你的梦。对不起啊，丁宪，我向你保证，以后都不会让你再受委屈了。那你怎么跟邢路飞师姐解释啊？关他屁事儿啊。他喜欢你啊。关我屁事儿。那我跟他。关你屁事儿。周思月，你这是在敷衍我。哎呦，没想到你也会为了邢路飞这号人物紧张了。哎呦，没想到你也会为苏伯从这号人物紧张啊。我哪有紧张啊，怎么可能。哦，之前也不知道是谁，我跟他多说几句话就小心眼了。丁宪，我以前一直以为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可是后来我才发现，如果我的世界里没有你的话，那么这一切都没有意义。所以以后的路我们一起走吧。我是这么多年，我
果其实一直都没有变过。如果我答应你了，那你以后可不能再放手了。我答应你，我们会一直一直走下去的。你在机器人大赛上的表现我看到了，不过之前你已经拒绝我了，不是吗？是，我之前是以为自己和贵公司理念不合，所以选择了拒绝。那现在为什么又自己找上门来了呢？因为我需要钱。你很坦率。说实话，我之前呢，只是想买下你机器人的专利。但是现在我改变我的主意了。机器人的专利，加上你毕业后2年的劳动合同，开个价吧。50万，思月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这笔钱我现在就要。年轻人不要太心急了，咱们还是要等合同的流程都走完，不是吗？好，那我等你消息。学长，可算是找到你了。谢谢啊，你怎么来了？谢谢你帮我还钱，我会尽快还给你的。我也只能办你这些了。哎，学长，你没事吧？你还好吗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没事，你先回，你先回，你先回，没事，你不用担心我。怎么办啊？我先送你回去吧。哎，真的，马上到了。哇，学长，你太重了。学长，你喝醉了。如果不是喝醉了的话，我永远都不会跟你说出这句话。Can I spend the night？ 丁贤。Write a song for this time。I spend a long day having talk。 我喜欢你。学长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
周思月。这银行卡里面有50万，密码是丁先生日。帮我跟倩倩说一句，对不起。对她做什么？我警告你，不要再纠缠她。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